有日常三更。衬衫地上油了，洗不掉了吧？衬衫就放心交给我好了。你也是，你就把你自己安心交给我就行。醒了？我还说叫你起床呢。换个地方，睡不好，醒个早。还不错吧？万医生手艺也不错嘛，不过这衬衫面积太小，不够你绣的。哦，回头我告诉爷爷，就说你手痒，想再绣一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啊，你敢？开玩笑的。这花叫什么？别管这花叫什么了，只要你穿着这身衣服去给爷爷奶奶拜年，他们肯定会很高兴。到底叫什么？肉桂。肉桂。调料吗？差不多吧。肉桂的嫩汁呢，是一味中药。桂枝，桂枝可是个好东西。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开篇第一方就是桂枝汤，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方。知道吗？哦，肉桂天下第一方，还挺有意思。嗯，等一下啊，差点被你带偏。我不是说它不好啊，可是为什么我穿着它，爷爷奶奶就会开心？桂枝嘛，开了花就得结果，果实叫桂子，寓意好。桂子，寓意好。桂子，桂子，找到桂子了。我要换了它。哎哎，呀！不是挺好看的吗？换什么呀？你说呢？有话好说，我又不是祖国的花骨朵，你教我干嘛呀？你明明知道老总要吃蚊，你还送我，我上楼插花。吃蚊怎么了？吃蚊蠢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不欺负你了，你赶紧换身衣服，我们拜年拿大红包了。还有红包？有，大红包。但是我们家拜年是要说吉祥话的，你行吗？嗯。